感觉很高兴吧，因为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，然后打进了一个关键进球，最重要的是帮助球队获得胜利。啊，当然，这场胜利不光靠我吧，然后所有球员在场上的，包括主教练，我们都做出了很多贡献，然后为了这场胜利。这场比赛肯定对我们来说更加困难，然后伊朗这个主场也是好像很久没输过球了吧，然后对我们来说肯定还是全力以赴，只要大家全力以赴去拼到最后一分钟，我想会取得一个好的结果。大家好，我是于大宝，感谢中国球迷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也希望中国球迷继续支持我们的球队，我们也希望全力以赴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，争取进入世界杯。